朋友了，朋友。完全没有，嗯，就是我们记得我们刚开始第二季的时候，在那个粉色小棚里面录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这一次来是带着感恩的心，对，然后就感想就是说没有想到惊喜，对，谢谢大家的这么努力，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嗯，心情非常的澎湃，因为这个西双版纳是从上一次就是上一季的最佳拍档的时候我们就说要去的，然后去了就是这两年了吧，终于能去成了，然后就是现在因为就是要去的阻碍也很多嘛，但是能够顺利的可以去成也还是挺开心的。我最期待的地方就是跟杨姐一起看到的风景不一样啊！我以为你是说期待穿那个傣族衣吗？对的，我也很期待。我说实话，我看了那个男生的那个傣族衣，你为什么看男生的傣族衣？因为那个男生的傣族衣，他的那个傣族元素更多一点。那你穿男生的好了，你还有那个盘头在那个在那个头上，就是那个也是白布在这戴的。是不是你先说什么？开心就好，玩的尽兴，不需要尽兴，不需要，不需要，一定得尽兴。我的兴就这么点儿，你的兴这么多，是要尽兴。那我们就把它拉了，好可怕、啊！怎么样？哎呦！哇，好可爱、啊！好可爱！那你是你要红还是蓝色的？你要蓝的，那我要红。哎，好可爱这个东西！哎，这有只羊哎！哇，好可爱呀、啊！这是专门去买的手杖。我真的不会系手杖。天哪，这是我最擅长的环节。哦。哦。贴些照片，写些话。是不是还要贴纸啊？贴纸我买了一点，但我不知道。没事，我那儿有应有尽有，各种各样。还有很多，他是手账达人。对，一定给你丰丰富富。哟，我都已经想好了，买一台就是那个那种 DV 机去记录一下。对，吃橘子啊，吃橘子啊。DV 机很贵吗？哦，咱们就是说我需要那种质感啊，你要是有新的 DV 机啊，对，我以为你要那种的年代感的 DV 机，但是就是相互结合一下吧，反正我想这次拍摄的风格还是比较偏向是那种电影质感一点，对，就是能够陈述一种张导对氛围感，怎么也得比那个我们那个MV 拍的好吧，好有自信。对。Hello， 大家，我们现在正准备要出发去西双版纳了。然后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也不算昨天晚上了，就好几天，慢慢每天收一点，每天收一点。你看小艾卓去几天，戴了1、2、3、4，戴了四顶帽子。咱们就是说，请问一下，你去西双版纳是要去保暖吗？28度的天，我去宣传自己，我去养养。哦，我只戴了两顶帽子，两顶都是黑色的帽子。我可以换着戴哦，来，你戴。我家待会儿需要大天。耶，欢迎加入杨家教、欢迎加入露营组。我给你们看看我新买的雨靴。就是露营人必备的，
这个谁跟你去西双版纳？没有啊，我们去那个地方，就是大象那个地方，他们说那个地会很脏，让我那怎么办？我带的鞋都是白鞋和贵鞋，我赶紧找双便宜的鞋子，现在立马下单，下单一双便宜的鞋。小雨卓，请问你是去，你是要去那里当那个西双版纳最公主的工人吗？最公主的工人。是在那里啊，当公主，就是说立刻把皇冠放在手上。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掉没关系，我还有，你丢你。哦，当心什么都不多，非凡最突然一下，你看你要拿哪个？没有想拿，你想拿个好看的，拿一个好看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可爱，那就带那个吧。来吧，我们准备要出发了，家人。嗨，又有新的阶梯了。呜呼，我们到西双版纳了。我们已经换上了夏天的衣服，准备要那个了。感觉大家看我们这个综艺，一定会觉得很寒冷吧？确实，因为现在你们看的时候好像是过年。东北的朋友，你们好吗？北方的朋友，你们现在是下着雪吗？我们穿着无袖哦，非常的炎热哦。Hello， 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去酒店啦，耶、yeah ！拜托你了，朋友，和我玩吧。哇哦！哇哦！这是。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哇，看起来都很重口味。我也觉得。所以说我感觉这些菜看上去就是棕棕的，然后绿绿的，红红的。哎，这里写的 wine PS 因为快递站关门而没有拿到，哭哭。啊！快递站关门了吗？对，就是我们刚刚去拿，然后拿不到。啊、我也有东西在快递站。啊。哦。是什么？那种驱蚊的什么东西。哦。嗯。所以说我们就是忙，就是你们先。靠这张纸，然后明天来找我们领这个东西。可以，如果赢得了的话，那我们先收着。刚好今晚太晚了嘛。所以啊，这是什么叫赢得？就是这些菜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吗？拥有存在的吗？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是没有本来就有的东西的。啊、所以说就是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靠你们的努力。这是我们的快乐旅行，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旅行，怎么感觉像是那种下乡打工穿的赢得胜利，就是如果没有赢就吃不了的意思，对吧？就是吃空气是吧，回去美美的瘦十斤。就是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啊。好啊，我们属于那种玩很大的，一赌赌完才那种，一下全收走。对，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抽签喽。好，好，整。本来也是有抽签好的，抽签好的在快点，所以你们就是咱们就是抽。没事，万事开头难啊。来来来，你们就自己放在这里抽吧。你抽哪个嘛？抽中间吧。好 ，C 位。好，来摊开看一下。取向默契游戏，取向默契。啊，这个真的是 so easy 啊！我不会打脸吧？是不是刚刚填的？哎，哦，不能告诉对方自己刚刚选的是什么？哎，我刚刚选的是。哎、那我就直接撤走了。那我其实还可以知道。OK， 来，赶紧整。好，那你们要。哎，有些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没关系，我觉得我以我对你的眼神一眼之间的默契，我应该知道。看看，为什么这长这样？它打开了。哦，这是个衣柜。吓死我了！哎，这怎么？哎，这什么？哎，这。
幼稚的房间。有种感觉，我们就是说或者太幼稚了。是亲子房吧？对啊，怎么还有这种啊？就是那个，我天啊！你看这个地毯，这个娃娃，哎，你有多一个好朋友了，你有多一个好朋友陪伴他了。哎呀妈，也是朋友了，来是不是朋友？你嗨，你好，是不是三个朋友？这样子放在一块儿啊，好朋友一块住啊，来，你快看，这个真的是，我喜欢给你换一下。哇，真不错，哎，哇，哎，有种那种，拜托你了，朋友，哎，真的很像那种综艺。天哪，怎么还会就做好的那种，就是专门印好的是吧？是。哎，我要对着哪个摄像头讲话？看，哇，到处都是！我天啊，就几个，我们数一下。进门，进门，等等，快来，一个，一，二，嗨，哎，我们跟每个打个招呼，来，你好，这有吗？这没有了。我和那一头也太可怕了，吓人。一号，嗨，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好看着呢？等一下，第二个，嗨。第三个，这，嗨，过来，嗨，这，哎，这里没有，什么玩意儿？这里没有，那，哦，这里还有一个，天啊，你过去看看，六个，哦，哎，这对哪儿的？这是对镜子吗？啊！厕所没有吗？啊，没有。箱有，我可以给你装一个。不用了，谢谢你。一二三四五，哎，手分倒了，对，五个。不是六个吗？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六个，一二三四五六。啊！大聪明小一桌，果然是小一桌最聪明。我可以看到，来看二号吗？我们对着哪边看？会拍得到我，我找一下。我们就是综艺之神的那个镜头感，哪里拍比较漂亮，没有顶光的。不要，找一个没有顶光的地方。这，嗨，来留下，恭喜第二届最佳拍档年度总冠军，心里痒痒入住酒店。你该去动物园了。来，你读。本次西双版纳旅游综艺的录制将由此开始，接下来请二位自行决定顺序，先后前往2623房间，领取你们第一晚综艺试炼任务。From 爱你们的导演组，爱我们的导演组为什么不给我们做讨论操？我们不是导演组吗？觉得？哎，我们为什么要？为什么还要单独去别的房间啊？对啊。那谁先去？你先。为什么？我需要小木。来。不是，先去跟后去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那就是。那我先去。那我们石头剪刀。你到底要怎样女人？你要三局两胜还是那个一拳定胜负？一拳定胜。三局两胜吧。来吧。这样会幸运一点。确实。他们怎么说？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好不幸运，怎么会这样子呢？这。那你先去吧。好了，那我先去了啊。哦，这不是我一个人待在这条裤子。那你先去吧。你先去，没关系。我不怕，我在这儿等。我觉得你一个人在这儿玩一下手机。主要是你想想，这有点太多个头看着你了。没事，我。你想想怎么怎么样？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头，这么多的头，你怎么就陷入？你快去吧。行了，我去了啊。你可以哈，那我拿这个去吗？可以啊，拿这个去。我拿去了啊，2623啊，出发，拜拜，走啦。呜呼，这是什么？好的。
首先恭喜你们这次旅行开始，耶、yeah. ！好，这是我们今天综艺开始的那个夜宵游戏小试炼的，首先有个问卷需要你们填一下，如实的填写就好，自己的。喜欢的主肯定是选，虽然我都很喜欢，我觉得都很甜，但是吧。第四项能不能不甜啊？因为我不吃主食。好难呐、啊，其实我都不吃，必须选的话吧。我都喝怎么办呢？这一定要选吗？他们两个是有仇吗？好了，因为刚刚你们这个填问卷的时候呢，你们两个本人应该也知道的，就是也不可能选 A， 也不可能选 B， 选了一个写了一个 C， 对、啊、那你们就得把那个 C 写出来哦。就是你们自己要加码，因为当时那如果有 C， 我们可以提醒对方说有 C 吗？然后就是提醒对方说，要不然有点对我们来说太苛刻了。嗯，不可以吧？啊，我觉得那很难啊，这个因为你们在一起很不是在一起，就是穷的学生，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怪，已经开始怪了。在一起住宿很久了，我觉得应该很了解，口味都了解是吧？对，可以，就所以说我们就看你选择赌一个菜，哪个菜或者赌两个菜都难。赌这个吧，你看起来就不想吃。赌这个猪皮啊，这个可有可无，你觉得嘞？那万一赌赢了呢？没事，就留下呗，就是留下吧，就是感觉看着很丰盛，我还带了个蜡烛放在那。蜡烛配猪皮，真的你怪，真的会笑。那开始吧，来，整，要全部答对，要全部答对。不是应该会有那种50%的选项吗？这太苛刻了吧？对啊，这很这100%，我跟你说，这个猪皮肯定吃不了。没关系，虽然说吃不了 也无所谓。那到底要不要商讨吗？没关系，要不要商议吗？那先来一下试试吧。来，一人一个白板。啊！哇哦，好专业。那你们可不要让对方看到，然后两个人坐远一点吧。那个、来，一人一边，还要被分开一下。对，一人坐一边。来，没事，我们今天。觉得不想分开，我们不能坐两边。那你们这是你们偶像，那你们这一次对，我们就是粘一块了。现在开始，为什么粘贴？为什么一个小小游戏要用偶像的身份发誓呢？有点太上身了，对吧？对吧？咱们出来玩轻松一点，要快乐。这个笔怎么开呀？这不就是这是录音笔是吧？喂，听得到我讲话？这是录音笔吗？这是这样子的，就是擦擦擦。哦，耶、yeah, ，对，长得很像小麦克风哎。对，就这样子挂在上面。哎，你看他们同款了。哇，哎，可是这笔怎么打开啊？这样，这是让你卡上去的吧？这样。啊。哎，好，那我就会说，A 是什么 ，B 是什么，然后你们选择那个，然后写对方的这个的选择哦。好，然后我说亮题吧，你就亮题吧。嗯。你们这做的也太近了吧？你们这。可是我是写对方的选择。对，写对方的选择。所以说我看不看也无所谓啊。确实。哦，这个道理是，我你说的好有道理。那你万一我是什么大聪明啊？你万一说富余怎么办、啊？怎么会说富余？没有眼神就能知道对方的那个知道他是要什么，是不是？来，好的，那就这样啊。好，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嗯，好，美式或者拿铁。所以不是你是 A 还是 B？A 美式 ，B 拿铁。好的，张导。是的，就是应该这样。So easy， 太简单了，咱们就直说。好，那我们第二项啊 ，A 软桃 ，B 脆桃。哎，你们自己看一下对方，知道谁选错了吧？是谁选择了软桃？你喜欢吃软的？你不喜欢说喜欢吃脆的吗？上次说软桃和脆桃。虽然我都很喜欢，我觉得都很甜，但是软桃吧，我都喜欢。那这怎么整？都喜欢其实也是答对的，确实，因为都喜欢。对，因为都嘛，都，对不对？对的，是他们逼我选一个，我才不得已选一个。对啊，所以说这题就是对的，yeah, 对的。感觉我像在 PUA。 不是，你说我们答第二题我们就不能答这个那这不精彩了呀，是吧？那好吧，先放过你们一次。谢谢你啊。 A 吃皮蛋蘸酱油， B 吃皮蛋蘸醋，这个可以写酱油或者醋。可是我这题有 C 耶，怎么办？好，那就
那就阿欣要写一个 C 了。我有 C。等一下，这 C 这怎么猜啊？它是一个很啊，我知道了，不要讲话，嘘，我没讲话，你写呀、啊。我在冥想，等我先冥想一下。那个很常见的，就是我们去吃的那个，我能直接说出来吗？就是那个香菜。等一下，你先别说，对，你先别说。不，我给你提醒一下，这个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吃到的早餐，很重要，经常会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日常的东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这个人很简单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明白吗？仔细想一下，剁椒。不是，你仔细想一下，早餐的时候都会吃那什么东西？面，还有呢？粉面，还有什么？粥，皮蛋瘦肉粥。耶！太棒了！哇哦，耶！你看，我们好像玩什么样的游戏，你把它玩成了猜词游戏。那怎么样了？那游戏是死的，人是活的。是活的，我们的脑袋是转的，地球也在转，脑袋也在转，我们都在转。确实，时钟也在转。没想到你为了这个猪皮这么努力。来吧，那下一个就不能再说这么多。哎，那个阿阳还没有那个亮。哎呀，我都擦完了。那你直接说就好了。他绝对蘸醋呀、哦，对吧？确实，我的能喝陈醋的人。我们呢，这一题我先打个问号了。为什么？别这样，为什么他答对了呀？行吧，他答对了呀。对。好的，那这题先放过你们，这下一题真的不会放过了啊、嗯！好，真的不会放过了。可以。汤面熬拌面。确认一下。啊！汤面是对的，我觉得是吃汤面。因为湖南米粉就是吃汤面。哇，刚刚阿阳在前的时候说的这个。我们湖南的那个汤面拌面，就我们吃汤粉拌粉都很好吃。他一个如此之热爱吃湖南米粉的人，肯定是吃汤面的，对吧？来，3、2、1，你干嘛？你回答完了？我回答完了，我说汤面啊。对。哟。厉害。哟，如果必须得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喜欢汤面呢？因为汤，我喝汤就是喝汤，吃面就是吃面，他们两个不能混为一谈。好奇怪的思路。来，那下一题了啊，西瓜是切着吃还是用勺子挖着吃？我不管了，我写我自己喜欢的。好，正确，耶、yeah!雪糕是舔着吃还是咬着吃？羊肯定是舔着吃。我是那种人吗？舔着吃吗？你是舔着，你吃个雪糕吃巨久哎，你都不看你把它咬断。你想，你再想一下。那你是咬着吃。我没写空的，写好了。真的会上 Q。你是咬着吃对吧？对啊，我是咬着吃，因为我还记得他吃老冰棒的样子，就是他还有一次差点就是把自己牙崩，就是他讲、哦、好硬、哦，然后他一直这样咬，然后就开始冰牙。对的，对。我现在想想这个游戏规则，我们也不是好玩的，你们下次在写之前不许再说话，不许再被对方提示了。可以。从这一期开始啊，我已经我们你看这样就是说、就是会为这个就是增添了很多色彩。好，那填完之后再说。啊、对，行，可以，好吧，好，从下一期开始，不会再放过你们了啊。可以，好。好，盖浇饭直接吃还是拌着吃？啊不，我突然觉得小一卓他上一次吃这个的时候不是拌着吃的，他上一次的时候是挖着吃的，应该是 A 对。哦，第一
项。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张欣肯定是伴着吃的，因为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均等分，就像他在冷餐会的时候给大家分蛋糕一样。不要再把这个学他出来说，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不，而且不是，而且不是没完了，而且不是自己的冷餐会。好，那我们下一题啊，薯条蘸番茄酱还是直接吃？许安哲是蘸着吃，我是直接吃。啊？不好意思，不小心说出来了。可是你上次跟我吃 Shake Shack， 你是蘸芝士酱吃的，是我看错了吗？哦，没有看错，就是说。因为 Shake Shack 是很特别的薯条，如果让我吃麦当劳的话，我就会直接这么吃，因为麦当劳的薯条蘸番茄酱很 boring， 对不对？哦，好吧。就是因为刚刚他已经暴露了嘛，是不是？好，我们就先说下一题。酸奶舔盖子，哦，酸奶不舔盖子。许安哲肯定舔盖子，我也肯定舔盖子。你看他打勾了。回放，我说完了，他来，我说喜欢说舔盖子，我也舔盖子，对吧？舔了呀，打勾。来，我们撤菜吧。no， 我想试一下它。煮这个吧，你看起来就不想吃。煮这个猪皮。啊、我想试一下这个猪皮，看着就不好吃。你给它，明天会有更好吃的猪皮。严格的，每一天会有更好吃的猪皮。闻一下可以。好，闻一下可以。吃一口，赶紧啊！嗯，好香。那反正要离你远去了。没关系，这看着就不好吃，回去给你做更好吃的猪皮。你信不信？相信我，张大厨。菜都要没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叫个外卖，叫的更好吃一点。好吧。还是热乎的。好吧。笑死。好的，那就抽取第二个游戏吧。我说过了，不想让我们吃，可以不吃。我也觉得，咱们就是说你，不用这样，让我把这个球打进去。我给路人安利新药，这不射死了？那个饭是热的，芒果是凉的，他们俩很 match。你在吃许昂一卓，在吃青芒果。